哎呀，7点半正上人正上人的时候，正上人的时候，对，完嘎就乱停了。真正买货是就7点半以后。对，就那一光明会儿就卖光，对，一半小时，半个多小时，一小时那样。今天没找，不白，哎呀，现在都。那你没找，这一点招没有。他们有做到几号的？没找，市场官他们也没找。他们也没找，都没找，上去刚创完吗？刚创完。是有啥创的？不前一阶段，前一阶段不创完，刚创完吗？三天吗？那有一次三天不创头吗？对对对啊！哎、现在创，你没看栏杆啥的，起早刷的。对对对。哎，没招啊！我看昨天那个交警。今天开始7天。我在抖音上我就看着了。哪个早市不是？好像到七号。哪个早市？而且夜市，夜市晚，4点半才让走。有夜市还不让出呢。嗯，那核心还让出吗？不知道，今天问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龙姐。早市呢，就7点半就收绿色了，因为可能是上场吧，所以出早市呢，咱们就是得抓紧时间卖货了。因为7点半以后才正式上人啊，才正式来买货的人，有一些费用大的市场真的就不敢去了，出不来了。看看吧，要如果今天出不来的，加油钱，再加这号钱，今天号钱你看50多的号，20的第二到岁。这就70，再加上20块钱的油钱，90块钱。如果我去掉90块钱的话，能挣30-40的话呢，明天可能就不想出了，因为出不来，不合适。看火不火？鸡腿儿。啊，好了。这刺儿多少钱？啊，580，这不在这儿了吗？鸡腿儿。多钱一个鸡腿儿？8.8一个一斤和2块多钱一个啊。笨猪肉啊。31是吧？但是有还花猪的啊，行行来15的肉卖11，脚上那脚下啊，花猪咋看出来？有，这个没有，好搁这有，排骨今天25的卖22啊，今天不着急就等会儿，是因为收床子早吗？7点半就收完，创城，要能卖便宜吗？收拾来一半行，啊。你怎么拿都行，脚不脚下，我欠给他脚子往下怎么填？这2.5啊？2.5，还行哈、啊。还行吧，我要吃这东西。6块一瓶啊？炒干巴的、嗯。对对，炒干巴的炖，搁点肉。多钱呢？这黄瓜？1.5，1.5真嫩成哈、啊。在前面呢，今天7点半就收。来4根果子吧。哎，卖啥了你？忘了吧，那个。这有百货吗？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啥？那个是头，来这个这好吃，来4根，5块钱，这条甜吗？带点酸口就行。那可多人都买这头。今天咱就到这里吧，荣姐得着急回去卖货出费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